哦，G G Boy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G G Boy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G G Boy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嘿嘿嘿，不要小看大肚腩，说到勇敢，说到机灵，他是一级棒。喂喂喂，别在他面前逞强，所有左耳分子一旦见到他闪一旁。而他很简单，他最爱吃冰激凌棒棒糖。朋友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有他助手下就不用烦。哦，举举棒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，举举棒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，举举棒，一切掌握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第39集，荣耀变身大明星。各位观众，美貌丢失事件已经水落石出，原来是白雪王后的魔镜在捣鬼。现在女人们已经恢复了容貌，而恶毒的白雪王后则被关进了监狱。这一切都要感谢怪兽研究社的小英雄。啊，我就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怪兽见了就悲哀的猪猪猫，人称猪猪侠。请问猪猪侠啊，凭你矮小肥胖的身材是如何打败怪兽的呢？现在请你展示一下好吗？没问题，武林威力变身。这个兽形战士叫铁拳虎，可以控制金元素。金灵之力！哇！啊，好厉害呀！哼！下来！哈！这个兽形战士叫冰封鹿，可以控制水元素。水灵之力！哎，嘿呀！哦哦，哎哎哎哎哎！嘿！啊！哎呀，老大，可恶啊！啊！这个兽形战士叫石甲熊，可以控制土元素，土灵之力！哇！哎呀！救命啊！社长，快请我下来呀！别丢人现眼，自己跳下来。嗯，好的，社长。哎，怎么一点也不疼啊？笨蛋，你快给我下来呀！哎呀，社长，你没事吧？嘿，这个兽形战士叫神木猿，可以控制木元素。哎。好棒啊！啊吼！木林之力！吼！这个兽形战士叫火焰鹤，可以控制火元素。火灵之力！菜鸟！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酷啊？哇，真是让全世界的观众都大开眼界了。我们童话世界能有你这样了不起的英雄，真是好福气呀、啊！希望你能继续维护童话世界的安宁。现在，我将代表最高荣誉的黄金冰淇淋勋章颁发给你。最
最高荣誉。能不能再赠送几个皇室宫廷限量版棒棒糖呢？没问题。当英雄的感觉真不错，还能免费吃到皇室宫廷限量版棒棒糖哎！真没想到这五个兽形战士都是你，难怪我一直都觉得他们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呢。说起来真让人生气，明明以前那些怪兽都是我打败的，结果都让社长抢了功劳，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我了，看他怎么抢。猪猪侠，你也教我变身好吗？我想变成猪猪侠。不行不行，变身也需要天分的，等你像我这么聪明的时候再说吧。好失望啊。快看，那不是猪猪侠吗？猪猪侠，猪猪侠。猪猪侠，我好崇拜你，请给我签个名吧，求求你了。我也要签名，我们也要签名。别急别急，大家都有份啊。给。阿菲菲呀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现在太忙了，不能和你们一起走了。好吧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回去以后我也要让猪猪侠给我签名。看新闻了吗？看过了，原来和我们作对的是那小子。哼，有没有注意到他手腕上的东西？他好像是借助了那东西的威力才拥有了变身的能力。我们得想办法把那东西弄到手。哼，这样我组建怪兽兵团的计划就指日可待了。原来给人签名这么累呀。哎呀，手都累肿了，一会儿要是再有人找我签名，我就得用脚给他们签了。猪猪侠，看那不是猪猪侠吗？这么快又来了，我的脚还没练好呢，还是开溜吧。这是英雄坐过的椅子呀，我要把它搬回家收藏起来。你放走，这是我发现的。如果大家因为太崇拜我而打起来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对了，明星出门都是戴墨镜的。这样大家就认不出我来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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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周周侠。你还能认出我？你这种轰动世界的大英雄，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。哎呀，怎么听起来这么别扭啊？我就和你直说吧，我受钟表公司的委托，想请你去做形象代言人。形象代言人？我的出场费可是很贵的哦。请过来看。哇，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这些只是定金，发布会结束后会再给你一火车的棒棒糖。哇，我突然感觉自己要幸福死啦。既然没有意见，那就请上车吧。我要和棒棒糖坐在一起。你是英雄，你说了算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欢迎参加真金表的新品发布会。为了纪念英雄的诞生，真金公司特地发行了一款以英雄为主题的限量版腕表。下面有请我们的超级变身英雄猪猪侠亲自展示。猪侠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猪侠，没问题。不行不行，你得把这个东西暂时摘掉。不然会和我们的产品有冲突的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武灵锁这么精美，会把你的腕表比下去的。我先帮你保管吧，等开完发布会以后再还给你。不行，武灵锁很贵重的。放心吧，我会一直站在你身边。那好吧。
我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。请说广告语。作为一名英雄呢，最重要的是守时，因为哪怕只差一秒钟，也有可能让怪兽逃掉。这款 GG 腕表时间准确，造型霸气，不仅防水防火，还抗摔抗砸，即使是怪兽也打不碎它。啊，蜘蛛侠，你好帅啊，好崇拜你啊！非常感谢，今天的发布会很成功。哎呀，有我猪猪侠出马，这款手表肯定好卖。这个东西还给你啊。不是说要送我一火车棒棒糖吗？当然，不过火车没法开进城里，还是请你到火车站领取棒棒糖吧。好嘞，我现在就去。啊啦啦啦啦啦！事情办得怎么样？他把假的带走了，真的在我手里。原来这东西叫五灵锁。很好，玫瑰王子不会亏待你的。王子殿下，东西到手了，它的名字叫五灵锁。五灵锁？嗯，很好，我将成为它新的主人。怎么没反应？哦，难道这个五灵锁是假的？不，我能感受到它蕴藏着巨大的能量，但是我无法和这种能量产生共鸣。难道只有那个小子才能使用它？可恶，即使我不能使用它，也不能还给他们。有了。哦，骑士长在你。好，是的。怎么没有火车呢？难道还没到站吗？哎呀，这不是超级英雄猪猪侠吗？我可以和你拍张照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啊，来，我也拍张照。来，看镜头。先拍我的，我是拍。来了，先拍我的，我是拍。你们别抢嘛！火车来了，棒棒糖来啦！是怪兽，快逃命！慌什么？没看见猪猪侠在这儿吗？对，有这位超级英雄在，我们怕什么？快来看英雄打怪兽！快来看英雄打怪兽！Just loving you.